心啊。他会拿鞭子打你吗？我下次教他这样做好了。好，所以梁小培就是他就要他可以把你像宝物一样珍惜你吗？对啊，他把我看得很珍贵一样耶。真的、哦，好。让我们欢迎参赛者张潮琪，全华语带来的你最珍贵。大家好，我是耀山陈焕宇，我是耀山张小琪。你最珍贵。